权威保险因为这次的疫情以及 stay at home 政策，已经调整了我们服务客人的方式，改为由电话以及网络为主，以快速的脚步应对着一直在变动的世界。When life gives you lemons, turn it into lemonade.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人生不如意的事十之八九，但是如果以正面面对，这将会是你人生的转捩点。权威保险与各位业主们站在同一阵线，老板们，加油！